呢只咧同铁血战士齐名嘅怪物啦，即系差唔多啦，红足50年啊！睇翻啦，对上一套电影咧，已经系7年前嘅事啦。事隔咁耐啊 ，Ridley Scott 系咪终于筹够钱拍佢嘅下一集呢？睇清楚唔系，佢系竟然净系做监制，而呢一套咧亦都只能够算系外传。外传电影咧通常都濑嘢嘅，但系呢一套咧外国嘅影评网咧得分甚高。呢一套打破地心吸力嘅外传电影系一套咩戏呢？我哋翻嚟继续讲。大家好，我是01，这个是一个专门评论歌影视的频道。我们频道会定期推出推介剧集或者电影的影片的。如果有兴趣接触相关资讯的你呢，欢迎你订阅我们，加入我们支持一下。我们有开 IG， 有开 Face， 除了会在上面分享一些关于电影的资讯或者一些我们的看法以外，间中我们就会搞一些投票或者 Q&A 的活动，会间接直接去影响我们出面的题材或者类型的。如果你都有兴趣参加的话呢，那就快点 follow 埋我哋啦。近排呢，我哋仲喺度积极考虑緊呢开启呢个会员制度。希望制作呢更多唔同类型嘅会员专属影片。如果你哋有任何提议啦或者意见呢，都欢迎留言或者 DM 我哋同我哋讲。今日要讲嘅电影呢就係异形罗木鲁斯。Alien Romulus。见到电影的副标题呢又是用那些罗马神话去命名呢，以为又是圣约的下一集。即是细估不到呢，他一个屈美十物什么续集都不是，只是属于一套存在的外传。今天题就来了，我有没有需要看过或者看晒型这么多集才入场看呢？而下一条问题呢，就是因为我看的时候呢忽发奇想，我看到现场呢很多人呢一家大小带埋个小朋友来看。咁呢一套系咪真系适合小朋友睇呢？适唔适合呢就涉及剧透啦。如果你介意呢，建议你听到戏呢翻嚟再听我哋点样讲喎。如果你睇完唔介意准备好呢，咁我哋可以开始啦。春丽系要讲一个故事大纲嘅。电影故事呢系发生喺异形嘅第一集之后嘅时间嘅。话说呢，就系我哋嘅白色女主角同埋黑色机械人呢两个人相依为命。但一日呢，佢发现呢奴役咗佢成世人成家人嘅嗰个集团呢系真系冇当佢哋人咁睇嘅。所以佢哋呢就想捉紧一个机缘巧合嘅一个机会。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年轻人呢一起飞上太空呢，去搵佢嗰座呢无意间发现到嘅飞船。资料显示呢，飞船上面呢有足够嘅冷冻舱呢送佢哋去一个佢哋梦寐以求嘅星球啊。而嗰架飞船嘅主人呢正正就係一直奴役压榨佢哋嘅公司。所以呢就需要同喺呢间公司出品嘅黑色机械人呢飞到上去太空船嗰度啦，帮手开门啊。而喺飞船上面等緊佢哋嘅呢正係一班饥饿嘅黑色口水佬啊，异形先生。佢哋会死得有几惨呢？又边个可以逃出生天呢？都留俾你自己去睇啦。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应唔应该带細路仔去睇啊？唔应该啊，唔好啊，请你停止呢个行为啦好嘛。异形本身呢整体嘅设计呢已经极度充满性暗示㗎啦。异形个头啦，普遍从个口啦，或者今集你见到异形嗰嚿茧啦。如果你话你当异形系半个家计会嘅话呢，我都吹你唔涨嘅。而有冇需要睇个异形呢个问题呢，我哋回顾一下返到去圣约嘅时候先。原本啊，圣约咧喺筹备嘅时候咧，就系讲到明咧系唔会出现任何异形啊，因为呢套电影咧为咗去探索咧工程师嘅家乡嘅。同时咧有报道指出咧，将会揾呢个 D9 异形禁区嘅导演啦，去拍摄异形第五集嘅。又神奇地，原本叫失浪员嘅圣约啦，突然间就出现异形啦。突然间佢就唔系好探索工程师嘅家乡咯，而异形第五集咧都宣布搁置啦。中意普罗米修斯嘅你哋咧可能明白啊，其实到今日咧都仲有好多人诟病啦普罗米修斯里面出现异形呢一件事嘅。所以去到圣约嘅时候咧 ，Ridley Scott 都算系半跪咁嘅状态啦。话异形咧将会用某个形式去出现嘅，所以你都可以感受到咧有某大班人咧对异形咧系有莫名嘅狂热嘅。我觉得你都系因为呢份狂热啦，催生咗呢套外传出嚟。而呢一套外传电影咧就系完完全全咧
是 for 異形的 fans 去入去 J 的。咁又的確，如果你跟我講我完全冇睇過異形嘅，我入去睇會點樣呢？有啲嘢你或者會睇唔明白啦，例如咩合成人啦，點解佢哋個身會流啲牛奶出嚟呢？乜嘢黑水呢？点解由异形个普遍重生上面可以提炼到出嚟呢？其余有啲位呢，你就会唔明点解好似拍得咁老土咁样呢？其余呢，再冇嘢会妨碍到你欣赏㗎啦，你叫呢套嘢呢到异星猛兽都得㗎。但倘若如果你睇过嘅话呢，相信你都会 feel 到啊，导演呢都系一个狂热 fans 嚟㗎。入到实验室啊，第一件事即刻见到个半截身嘅合成人。佢自称叫 Rube Lassai， 相信你都睇得出呢，佢就係第一集 Ash 嘅同型号机械人。因为你嗰个演员已经过咗身㗎啦，所以夹硬呢用 CG 去砌返佢样出嚟嘅。所以你会见到佢面部表情啦，或者讲嘢嘅时候呢古灵精怪嘅。抬头呢就见到呢，就係第一集女主角用鱼叉枪一嘢叉住嘅嗰隻 Big Trap。然后之后呢只能够讲呢，即係粉丝服务满满啦。菲萨卡保面重啊，一地都系，争在冇装住佢哋嘅嗰嚿皮蛋嘅啫。又有菲萨卡咧，一定有佢接住落嚟嘅破方体啦 ，Chest Buster， 铁血战士都俾佢哋爆过心口嘅。或者你都会留意到啦，讲到明个背景咧系21几几年，咁 suppose 啲嘢应该好高科技啊，配 Tony Stark 咁啊。错啦，佢系维持咗咧喺第一集咧1979年嘅时候咧。对未来的错误构想的。他们的通话影像仍然维持在 240p 的，而质素也是 3G 年代的。星立地图、气温监测器全部东西都起格的。十足好像 4O 里面的 Pit Boy 的画面一样。所以就算是女主角的一只 Apple Watch 都起晒格的。而 Mada 那部电脑呢开机呢十足 Windows 98一样。所以他们没有 1080p 的画面，他们没有 touch screen。而甚至呢扫射异形的那个场面呢都是致敬翻旧电影的。即是以现今科技呢，即是其实去用一个过肩式的镜头啦，俯瞰式的镜头啦，都可以显示到女主角咧点样将异形咧逐只扫射嘅，甚至一镜到底咧将佢杀个清光。我相信技术上都冇难度嘅，但系偏偏咧又仲用咗旧嘅拍摄手法啦，就系见到个女主角喺度开枪啦，另一个镜头咧就会影住异形嘅正面，然后隔咗半秒左右咧就见到佢爆头。预示者不断来回咧，就杀咗大概3-4只异形啦。以前咧，因为技术所限啦、资金问题啦，所以呢两个画面咧就被迫分开拍摄啊，所以就会形成咗咧嗰个奇怪嘅 delay 啊，就系影住异形咧半秒之后咧个头先爆开啊。导演咧仲加咗好多致敬嘅对白噶，虽然咧系有啲夹硬嚟，同埋有啲老土嘅。而我觉得咧呢套电影咧好啊，好在咧。佢真係好死蠢嘅角色呢係得一個嘅啫。其他人呢都算係正常嘅智力發揮呀，即係冇呢特登因為恐怖片呢而變到好似低能仔一樣。即係唔會話哎呀我好驚呀，不如我哋分開行呀，又或者哇嗰度好恐怖呀，等我行過去望下先。你要我真係問嘅話呢，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我大肚婆呢要自己打黑水呀。明明咧叫佢翻去飞船嗰度咧，自己瞓落去冷冻仓度冻一冻算噶啦。偏偏咧大住肚咧，仲要打一支来历不明嘅针啊！而另外咧，黑人 Andy 咧令我谂起咧一套港产片啊，郭文辉嘅《天才与白痴》啊。一开始咧佢就系白痴辉啊，喺机缘巧合嘅时候咧，得到个新 module 咧 upgrade 咗咧，突然间就变咗个天才，又喺度讲埋嗰啲话，我应该一早都 upgrade 啦，人类都一早应该要 upgrade 啦。有一个意外蹬亲咧，将佢老嗰嚿嘢攞翻出嚟咧，当然又变翻个白痴仔。我初头以为咧，就系因为个演员咧要扮呢个咁嘅低低地嘅角色咧，所以成日都会愁眉深锁，两只眼肿晒一样。但系睇翻相咧，个演员咧本身就话。系咯，然后咧就系最多人讨论啊，最后嗰只人形异形啊，即系喺个百香果嗰度爆出嚟嗰个 B B 啊，点解有个样咁似工程师咧？系咪因为打过黑水咧？等等咧，其实我系唔识答嘅。但系更加困扰我嘅系咧，喺一幕见到个百香果里面咧装满晒嗰啲极强酸嘅百香果汁嘅。
而示意咧人形异形咧，正正就喺呢粒百香果嗰度走出嚟嘅。而嗰啲汁咧装到满晒，真系满到就嚟泻咁嘅状态。咁到底佢系点样走出嚟嘅咧？之前都讲过啦，其他异形嘅血咧弹落佢哋自己嗰度咧，系会揦翻自己嘅。何况呢只人形异形咧，全身系冇外籍装甲嘅，咁佢点抵御嗰啲百香果汁呢？而大家都知道啦，人类咧系由工程师饮咗黑水之后咧分解衍生出嚟嘅。而异形嘅初形咧就系由人感染咗黑水之后生咗三叶虫出嚟，再去寄生去工程师嗰度咧爆出嚟嘅，又再经过一大堆寄生啦、演变啦，成为我哋今日睇到嘅 Xenomorph。而在他们现今形态的泡面从身上提炼出来的黑水再打落太肚婆那里生出来竟然是跟工程师差不多的样子的怪物，那是不是某程度揭示了我们跟工程师是同吉同源呢？而工程师的来源都是人类的基因呢？而我更加不知道这套电影的副标题罗木劳斯跟这套电影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摄神火就献给人类创造文明，即是示意工程师创造人类。那这个由狼养大的两兄弟又对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呢？而太空站里面那两个用两兄弟命名的实验室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呢我就觉得呢好像夹硬想沾一沾普罗米修斯的宗教感了。总结呢就是这套电影呢是一套非常非常正宗的异形电影来的。如果你是很喜欢普罗米修斯那种神秘学啦、寻找造物主啦、寻找异形来源的话呢，相信你会些少失望。但是倘若你正经相反呢，就是想找回以前正传啦、异形在那个幽闭太空里面密室屠杀的感觉的话呢，相信这一套呢完全能够满足到你的。和我一样啊，都不明白为什么异形成日都四围流口水的，你呢欢迎 CLS Comment like 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做齐晒上三样嘢，希望可以卫生少少啦，好嘛？更加我哋 super fans 货金系咁依支持下我哋嘅 channel 仔，我系01，希望下次可以再见到你啦，拜拜。